大家好啊，最近日本又换新首相了，来看一下首相官邸的风水布局啊。现在所用的首相官邸是从02年开始投入使用的，也就是小泉时代开始的。小泉之后的几任首相都不长，安倍时间比较长嘛，但是身体啊不是很好。之前有一次就是身体缘故嘛下来了，之后的几任呢也都是状况百出。日本。他们也讨论说是不是这个环境有问题，这是我从日本网站上，找到的这张图啊，因为它标有这个方向，就比较容易看了。这张图呢，很明显啊，这个首相官邸呢，这边西南角啊，西南方是有一块缺失的。其实对于普通家庭来讲的话，西南角缺失它就不利于女性，就在人事上来讲不利女性，在身体上呢，西南为坤为代表的是这个。脾胃就是胃嘛，安倍就是胃出血，好像我记得新闻上爆出来，西南方这边看一个大的一个区域啊，首先要知道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方向，以及周围的一个建筑是怎么高低呀，就是大概的嘛。其实最好是有内部的这个结构图嘛，那没有啊，反正就这么看一下吧，纯属娱乐了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外面的一个整体的环境啊。哎，这是哎，那就是很明显嘛，上面就是北嘛，下面就是南，这个图啊，它就是这样的。那西南是在这边嘛，那这个门，大门其实很重要的，大门在哪边呢？你这个来讲，很明显应该是在这边嘛，它大门，西南开在西南那个方西边嘛，如果说在这边的话，那就是西边，西边开门当然不利了。西方为白虎位，没有人，普通家的话，一般来讲是不会开在这个西边这个方向的白虎开口啊，不利的。按照这个中国的这种过路阴阳，也就是金寒玉净这个理论来讲的话，西边开口啊是最忌的。这边是东北方向嘛，东北的话就不能够过于平坦。按理说呢，这边就适合。把总理大臣的，就关整个的这个办公楼搬在东北这个方向啊，是最好的，当然是比较理想化的了。应该是西边嘛，这个门那这边的话，那这边就是东边嘛。东边一看好像没有这个门啊，如果东边开门也行的，东边开门也不错。西边开门是最忌讳的，东南方向也行，那偏偏西南方就不适合了。来看一下啊，应该来讲的话，就是这，看一下东边这个方向，这边肯定也有一个门，但这边应该是侧门吧，应该平时不用的。应该平时不怎么用的吧？我相信肯定是在这个西边，不然的话不会说首相那么严重的这个位嘛，看一下，这边是西边，应该是大门是在这边，这边应该是大门吧？这么宽，西边开门啊，果然要差一些，按照过路阴阳来讲的话呢，1234嘛，13，这边就要高点，那偏偏这边是低矮的，那这个，按理说这边相对稍微高一点，但是它这边都低矮的，那这个方向就有问题了。然后东北这个方向就不应该开门啊，不知道它东北有没有门，反正就这么看一下好了啊。东北为，东南方向它代表的是这个，西北方为天门，那么东南方的话，这边就东南为，地门，人门呢是在西南方向。那鬼门呢是在东北方向，东门，对，鬼门关啊，它是在东北方向，这边有个门呢，它这边写在这里啊，说是北门，这边有个西门，那西门为大北，哎呦，鬼门关开啊，那当然就是有小人趁虚而入啊，这比较糟糕了。那么按照这个日本的这个阴阳师的理论来讲的话，东北方它一定有什么，
它有神社啦，以及所谓的这个，对，什么什么神社啊，什么平将门这首冢，埋葬这些怨灵嘛。日本来讲的话是有怨灵的，我相信这一颗它的东北方向一定有怨灵嘛，不能说怨灵啊，就是所谓的这个什么冢嘛，首冢，应该我查一下，将门冢。应该是有将门冢，应该是在东北这个方向。哪里呢？不管了，反正将门冢，有这个吗？看一下。它在东北方吧。哦，这个是平将门啊，怨灵啊，应该稍微了解日本历史的话都知道这是个怨灵哦，这个方向。那应该是他在他的东北方向吧？那个方向不对呀、应该在这边啊！不管了我记得，叫门总呢。应该是在它的东北方向，刚好正对东北。反正我大致的看一下，按理说就是在它的东北方向是鬼门关嘛。日本阴阳师的理论来讲的话，东北必然是鬼门关一定有比较森的怨灵。好，这是题外话。那以这个来看，西北啊，西北为乾卦这个按理说又一定要有，比如说这边有个水池啦。或者说这种一个这边的平地呢移到这边来也行，但是这个或者说这边有神佛住在这里了都没有，你孤零零的一个首相官邸东南方向呢，是人门嘛，人门应该在人门这边有人出入那偏偏没有这边树木林立，我不相信这边有门，这边应该没有门吧？我看一下，这东南方向应该没门的。该开门的地方不开门，高墙大院嘛，这边也没有门，哈哈，没有，所以这边的住在不能说住在这边的人，应该是在这边工作、长期工作的人，身体可能都差一些，尤其是最高的领导嘛，身体也差一点，而且对女性不利啊。不过，日本首相好像都是男的嘛，目前好像我记忆当中是没有女性的，那问题不大如果女性的话更差。有的人说，那为什么有的人就没问题呢？要看属相的嘛，如果是什么属狗的在这边，那就更加明显嘛，是属狗为乾卦，它本身在这边，那么影响会更大一点安倍是属什么？忘记了，好吧，就简单的看一下只能说这个方向门，第一门开的不对，其次因为西边开门为凶。就是这边是一个空地，要么这个空地移到这边来移到这个官邸的这边，这边树木太多了枯木不成林这树木太多了，不行换一下，或者说门开到东南方向也行这总理大臣公邸明明应该要人出入的，偏偏是静态的，它是一个居住的环境，那就是德。完全是相反的。那在这边执政的人估计都不长吧，或者说，要么就是身体状况百出，要么就爆出什么问题，不能够继续执政了我记得从小泉之后呢，就很烦的了，没几届是干得比较完美的不是工作上出问题，就是身体上出问题。好吧，随便讲一讲反正姑且看之吧，纯属娱乐人们。这是人门这是天门，天门、地门、人门、鬼门。